枪的。你们赶紧动枪的，我的宝子。连长，这群强盗把江南糟蹋成什么样了？小马，要记住这阶级的仇恨。像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如果共军没有大量的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长江天险的。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诸位，前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失去了打败共军的机会。如今凭着这长江天险，我们要反败为胜。如果共军敢于渡江作战，那一定会被这滔滔的江水所征服。喂，我是十二号观察所，我是周昌喜，有情况报告。敌人巡江炮艇一艘，15:46，由东向西驶过。是。是。哼，看架上，敌人还想凭着长江跟我们再较量较量。较量？哼，又不是没有较量过。辽沈、平津、淮海这三大战役，蒋介石和他的主子连老本都赔上了，他们还剩下几个人？别看他们又是飞机又是炮艇，那都是些纸老虎。哎，东起江阴，西到九江，咱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几百万民工，连长说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江南人民日夜在盼望我们，依我看呢，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昌喜说的对呀，连长，不打无准备之仗。敌情记录。观察敌情就得这样，一个火力点，一道铁丝网都不能放过。是。连长，咱们什么时候过江侦察去？早点为渡江战役做好准备呀。连长，看着敌人在江南横行霸道，真叫人心里难受啊。想到江南人民的苦难，我也恨不得一步就跨过长江去，打倒蒋家王朝，推翻这个人剥削人的制度。杨伟同志，什么时候过江去侦察，只要听军首长的命令。另外，还要看我们准备的怎么样。你们说对不对？对。对。这几天你们辛苦了。不，我们不累。哼。晚饭后，四班来替换你们。告诉你们班长，晚上让大伙洗洗澡，好好的休息啊。是。好，对，班长说个故事。班长讲一个，有的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那你就说长江吧。对呀。哎，怎么着？你还真点戏唱？哎呀，你真是一头牛啊！你哎，别说话，听班长说故事。对，班长，你快讲呀。好，
说的是老红军25000里长征的路上，经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大渡河四周围的山，比云彩还高，河两岸尽是石壁，又高又陡啊。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就淌去4公尺远，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啊。嘿嘿，连长。吴老贵，故事讲得不错呀，继续讲下去。连长，我的故事常给同志们讲。哎，还是连长讲一个吧。对对对，连长，连长，连长。你们可真会转移目标啊。连长讲一个。好，我给你们讲一个。1945年深秋，新四军奉命北撤，大部队在江南人民的支援下渡过了长江，我们侦察分队还留在南岸继续监视尾追的敌人。有一天我准备过江，来到江边，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想趁机拦截消灭新四军，这个阴谋失败了。他们绝望之下，在沿江的乡亲们身上疯狂地发泄他们的兽性。家还有什么人吗？大队长，一个弟兄被打死了。在哪儿？在那边。
回去报仇。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同志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今天我们胜利地回到了江边。可这江的对岸，千百万像那个渔家姑娘一样的阶级兄弟姐妹，还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同志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元旦下了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用什么行动来回答？党团结，解放全中国。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大家都要求过江去侦察。哦，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报话机，先前渡江。要查清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情况，特别要把敌人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这样在我渡江战役发起的时候就能够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好地保证我突击部队的成功。你们早就想到了吧？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渡江的登陆地点，我想选择在对岸罗斯嘴。罗斯嘴，为什么？根据观察和向船工调查，那儿江岸很陡，登陆比较困难，估计敌人的防务比较松。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再跟侦察科长研究一个具体方案，报军党委审批。是。哎，你们看班长的鞋。粗人大马线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瞧，这字儿绣得多好啊，真是好手艺啊。谁给做的？看，还能是别人。大嫂叫什么名字？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今年多大了？29。哎，嗯，怎么？你查户口来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咱们在铁路边上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哎，不姓这么叫，要叫爱人，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正好和村里的人一道来之前给部队送军鞋，嘿嘿，也给我捎了这双鞋。哎，没有说话？嗨，那还能不说话？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啦，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啦，你好生干，争取为人民立功。你一人立功，咱们全家光荣。多了，他的话连这间房子都装不下。哎，大嫂子的政治水平可真不低啊。当然了，老解放区的人嘛，还有错？马上跟连长过江执行任务，我就穿上这双鞋。大
班长，咱们几点钟出发？万事齐备，直线东风啊！根据我的经验，首长一到，咱们就走。同志们好啊！首长好！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坐下，坐下。哦，小马哟，你今年十几岁了？是吧？是吧？抓舌头碰见这么个大个子，你有办法对付没有？有办法。好，有点小八路的样子啊。老贵儿，你看这些日子你们太辛苦了，连胡子都捞不到瓜。报告首长，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了。想得真周到，那你就留着吧。是。同志们，在1000多华里的战线上，我们百万雄师很快就要横渡长江，向江南进军了。毛主席、党中央在关怀着我们，江南人民在盼望着我们，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军党委和全军战友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次重要的渡江侦察任务。请军首长和全军战友放心，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坚决完成这次光荣的任务。出发，出发。李春林同志，当地的游击队常在孤牛岭、白马山一带活动，过去以后要跟游击队密切配合，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是。江南见，江南见。开船。迎上去。杨梅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舱准备战斗。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在这儿。自己人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下次手电筒不许乱照，让共军发现了，大炮一响，连带着老子一块下大江喂鱼。他妈的！
再见。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进来。报告军座，刚才螺丝嘴阵地一个哨兵被暗杀，是怎么回事啊？一定是过来了共军的侦察部队。啊？军座，要是他们和游击队会合，那我们就更不得安宁了。嗯。他们一定是要到古牛岭去找游击队的。天亮以前，他们是过不了青阳河的。你立刻布置封锁。是。哦。还有，你要在这一带挨村挨户仔细搜查。是。是冲着我们来的。嗯，我们必须尽快查明敌情，争取主动，想办法在天亮以前越过青阳河。好，快快快，快跟上！妈的，快点，快！
刘队长，保安队封锁千阳河了。嗯，一定是江北有同志过来了。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要赶快和他们联络上。哎，走。小军，你们俩到那边去。好，你们俩跟我来。老头子，你们家有人来过吗？你们不是在搜查吗？听着，江北过来了共军侦察兵，上边有命令，谁要是隐藏不报，就枪毙。哎，谁要是报告了他们的下落，就重重有赏。那你去领吧。那个老家伙，他妈！走。这批不得好死的，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了，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刘队长不是说了，这帮贼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国民党又来了，刚才你们不是搜过了吗？屋里老的老，小的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老妈妈，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当年的新四军呢。我们家没有新四军。老妈妈，别害怕，我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连长，他们被国民党害苦了。吴老贵，你再到别的地方打听一下，找一找游击队。是。
老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回来了。同志，可别见怪呀，快快快到屋里坐。同志们，快进屋吧。来，坐，到里边坐。青儿，快到外边看着点。哎，老妈妈，你们都过来了？还没有呢。怎么还不过来？你们一去就是三四年，我们的眼睛都要望瞎了。这几年你们受苦了。前年长江发大水，国民党地主老财催粮逼债，闹得村里人都活不下去了。我儿子媳妇儿领着乡亲们去抗租，叫恶霸地主侯登科把他吊在树上，活活的给打死了。老妈妈，别难过了。现在江北都解放了，大部队就要过江了，你老人家翻身报仇的那一天就要到了。你们要是再不过来，我们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老妈妈，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日子长着呢。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哎，别说了，快去点把火，给同志们烧点水喝。不用了，老爹，我们现在要尽快的联络上游击队。好，我带你们去找。爷爷，爷爷，刘队长来了。连长，这就是游击队的刘队长。李连长，可把你们盼来了。我们连做梦也梦见大军过江啊。我们也恨不得长上翅膀一下就飞到江南来。你们辛苦了，奶奶。县委早就通知我们说江北的同志可能要过来，要我们密切配合。这太好了，我们过来的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要立刻想办法渡过青阳河。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刚才下大雨，路不好走啊。来了多少人？按您的命令，河岸上派了一个中队，桥上就派了这几个人。不行，要派小哨。放过了共军侦察兵，你有几个脑袋？是，马上加强。
这就是青阳河，河宽水深，看来只好从桥上过去。桥上是保安队。夜里多加小心。是了。这是什么人？国民党的保安大队长侯登科，看样子守卫他小老婆下去。你回去吧。是喽，你老人家好走。你护送的是什么人？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去。他随身就一个人吗？就一个人。嗯？哦，一共两支短枪。哎，过来多少新四军呢？谁知道，说是侦察兵。哦，哎呀，那这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哎，人家可都准备跑了，我看我们呢，也……这是妇人之见，这山，这田，这房子，我能带着走。你呀，你就不知道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哪能呢？光这几年。在我手下就办了二三十个穷光蛋，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那我后勤，后勤啊，去看看谁来了。啊，哎呀，哎呀，谁呀？半夜三更的。搜索营的，有事找大队长。哦。弟兄们，山不转水转，都不是外人呐！啊，少废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一条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绝没有好下场；还有一条是立功赎罪，求得人们的宽恕和谅解。长官，我明白。我明白。注意警戒，拂晓行动。好。哎，这玩意儿你还拿着，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到了桥上，你要是调皮，我就拧下你的脑袋。到了外边，放神气点。华清啊，刚才讲的，你都记住了？哎，我一定立功赎罪。
什么人呢？是我。哦，侯七呀、啊！啊，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天刚见亮啊，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上牡丹江抓案子。你们谁是代班的？是我。统统到这边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这几个了？啊？站了一夜，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中队长就要撤回去的。站好了。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饭桶。我看，共军侦察兵就是从你们眼皮底下过去，你们也发现不了。你看看你们，站没个站相。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报告长官，他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儿，告诉你们中队长，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接应我们。是喽。一等，稍息稍息。大清早就给训了一顿，真倒霉。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中央军欺压保安队。哎，你没见，连我们大队长好像也憋了一肚子气呢。哦。侯登科，你还认识我吗？哼，你忘了，四年前是你带人烧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你是？你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刘队长，你在家的时候弄过船吗？我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你还记得吗？4年前，是你把我送过了江啊。哎呀，是您！我真没想到。当初，我真想劝你留在江北。那个时候，我一心想回来报仇。现在想想真幼稚，单枪匹马怎么行呢？北撤以后，我总想着有一天能打回江南来，没想到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眼看江南就要解放了。他们已经来不及了。他跑不了。
得真准呐。这是给敌人逼出来的。最近，敌人正在抢修江防工事，到处抓人拉夫。这对我们化妆侦查倒是个有利条件。明天我们就到江边去。查清敌人的江防工事。买烟吧，油饼、麻花、香烟、洋火、桂花糖。香烟、洋火、桂花糖。去，站住！走。香烟、洋火、桂花糖。好，班长，辛苦了。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是，班长。哎，老头，这小家伙是你什么人呢？是我儿子。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哎，是保长叫我们来的。你看，回来。到那边扛木头去。老弟，您老人家也来了。哎呀，哦，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哎，你看我的眼睛啊，可真是不管用了。老弟，从这儿到这儿是你们的，懂吗？懂了。长官，让一下。干什么？江边要用木桩。好，就这样吧。啊，是。好好。小马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班长，啊，要是这长江再守不住，嗨，你操这份闲心干什么？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儿。打仗的时候跟我学着点儿，枪口抬高一寸，到时候当了俘虏，人家也会宽大，没错儿啊。香烟洋火桂花糖。哎，来盒烟。多少钱？六万。嚯，又涨价了。刚才呀，你们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啊。那你就算慰劳我们弟兄了吧。关长，弟兄们都服你管，你就替我去说两句话吧。在哪儿啊？就在灯标那边的炮楼底下。那儿啊，我管不着。为什么？灯标那边归66师管，灯标这边归68师管，两档的事儿啊。哎，你真倒霉，买一天也赚不到两盒烟钱。香烟洋火桂花糖。哎，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行啊。当心，别将猫掉了去。张英副，有什么情况吗？报告处长，上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很好。下工的时候还要严格检查，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是。站住！去！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是种田的。胡说！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带走。出事了，走，看看去。走。你们不能随便抓人，他是我的儿子。爹，不要害怕。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说。干活嘛，哪还有肩不红的？是吗？庄稼人挑担子磨肩磨的，成天替你们做工出力压的，你看谁的肩不红？看谁的肩不红？这个眼看看，你看看，看看谁肩不红？肩不红，看看，带走，带走，肩膀红也要被抓走，那明天谁还敢再来啊？啊！你们想造反？处长，事情闹大了，影响公司建筑。干活去，干活，干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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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道理，坑选民抓人呢，明儿不来了。抓人怕人，不来了，看我怎么办呢？我军正面，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敌结合部以灯标为界，灯标以东归68师管，灯标以西归66师管。吴桥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黄村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第五号情报，他们工作的很有成绩，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掌握了。
你马上发个电报给李春林同志，告诉他，军党委表扬了他们，要求他们随时掌握住敌情的变化，特别要注意敌人炮兵的动向。有情况立即报告。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最近接连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在活动。前天我师二八七团有两个电话兵失踪了。是啊，士兵开小差的一天比一天多了。哎，你们失踪了的那个工兵营长找到了没有啊？至今查无下落，有人看见他到江边钓鱼去了。哼，都是共军那小股侦察兵，闹得我们鸡犬不宁。来得正好，唐司令给我们调来了一个榴弹炮团。情报处长，你把这一带老百姓统统赶走。要严密封锁消息，千万不能让共军的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是。回去休息去吧。是。哎，小马啊，刚才我来换岗的时候看到你们连长早就起床走了，我猜啊今天准有行动。哦，他天天都这样，抓紧早上时间学习，老作风了。哦，你们连长真用功啊。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我们连长不但自己努力学习，对我们的学习抓得也很紧呐。他老跟我说，小马，干革命不学习可不行啊。啊，嗯嗯。周昌喜、杨威他们侦察回来了。好，把情况研究一下。哎，回来了。哎，连长，夜里我和常喜去黄村侦察，远远听见公路上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过去。哦，车子连灯都不开。等我们赶到公路边，汽车已经开远了，也不知敌人在搞什么名堂。夜里行车又不开灯，这里大有文章。嗯，这个情况很重要。李连长，大清早乡亲们就来报告说，敌人把狮子山一带的老百姓通通赶出来了，还布了岗哨，好像要搞什么鬼。
他们想干什么呢？你们看，是不是敌人在偷偷的修筑炮兵阵地？嗯。根据狮子山一带的地形和位置，很有可能。那要马上去侦查一下。对。连长，我和杨威去走一趟。对。好，来。同志，快进屋去！快，快！这是我儿子和媳妇儿活着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快点！鬼东西，乱咋呼什么？看见有人过去没有？有，朝那边走了。追！哦，封锁的这么严。哦，吃饭吧，林总。饿了吧？同志们，军首长来电。敌情如有变化，务必在两天内报来。看样子，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连长，狮子山的情况必须查清楚，一定按时报过去。对，连长，我跟常喜再到狮子山去一次。不。我有一个办法，你们看行不行？
注意，准备行动。怎么搞？放手！妈，快快快快快，马上就好。来来，快点快点，不许动！叫声不上，不许动！把车举起来，不许动！下来。竹林里的敌人，你们处理一下，然后到前面山口接应我们。好，开车。四五年不使唤他了，开得不错呀，还没忘记老本行。三年学徒，四年帮做，好不容易学会了开汽车。哪忘得了啊！哪部分的？六十八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你辛苦。你们是来抽支烟，我自己有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哦，那咱们是同乡啊。你口音改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哎，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是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这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清了情况，
这三十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是啊。报告参谋，团长叫你。嗯，老弟，少陪啊。碰到那股敌人了，嗯，准备战斗。不要熄火。哪一部分呢？68是工兵营的。来干什么？砍树。江边西屋是急等用不了。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江边民房都拆光了。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王国栋。参谋长呢？张凤台。工兵营长郝云飞。你呢？第二连连副江彪。这个尾巴很难甩掉了。
长喜，长喜，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不行，我背你走。连长，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长喜，情报要紧。报告处长，军在查问情况。向军长报告，我已经咬住共军侦察兵，正在包围，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连长，后山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嗯，现在要尽快地把情报发到江北去。对，越快越好。快，控制山头。共军要占领山头，命令炮兵开炮。是。准备发炮。是。情况紧急，直接通话。是。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请你赶快回答，请你赶快回答。老刘，老刘。我是长江，我是长江，请你赶快回答，请你赶快回答。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岭正南1500公尺。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你回答我的话，回答我的话。连长，爆发出去了，爆发机被炸坏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是。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参谋长，他们会不会？他们一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首长，电话。要继续联络，还要加强对江边的巡逻，密切注意江面情况。我相信李春林他们一定能够想办法把情报送过江来的。小马，我这还有点锅巴，你吃了吧。班长，我不饿，一天没吃东西了，拿着。吴老贵，有。我们已经和江北失去了联系。是啊，同志们也正为这件事犯愁呢。现在，李军首长规定我们的时间，只有八九个小时了。我们今天侦察的敌印榴弹炮阵地，对于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情报，及时的报告给军首长。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考虑过，你们两个人的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两个人担任求渡长江的任务最合适。连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和小马求渡过去。连长，我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请党支部考验我。好，你们准备一下。是。是，是。报告军座，据侦查，共军侦察兵的电台在我炮击时突然中断，一直到现在没出现，肯定是被我炮火摧毁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情报发到江北去了。啊？难道他们就不能派人送过江去？我已经把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天一亮就动手，我担保抓活的来见你。要是让共军侦察兵再钻了空子，就叫你的勤务兵抬着你的尸体去见唐司令。我们突围以后，敌人一定会拼命的追击。为了摆脱敌人，我们要分成两路。刘队长带一路，朝东北方向，直奔螺丝嘴，造成从那儿突围的假象，迷惑敌人。马上行动。对，你和小马在半路上，悄悄地往西北方向，插到敌人66师和68师结合部过江。我和杨伟掩护你们。刘队长，还有一个同志带路。连长，把这任务交给我吧。我同意。李连长，你们的担子很重啊。你们也有困难，敌人会像疯狗一样的追赶你们。我们地形熟悉，有办法对付。你们甩掉敌人以后，
到青龙山等我们。好，队长。敌人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为了获得这情报，战友周长喜同志献出了他的生命。你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以前把他送到江北。完成任务后打三发红色信号弹通知我们。是。我和刘队长在青龙山上，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大家还有点锅巴，你们带着。不用了，给同志们留着。带着吧。不，收下吧，同志们的心意。是。是不是往江边跑的？是的。立即通知沿江各部严加戒备，一个共军一张纸都不让过去。是。那我们呢？还不快追。是。回来。共军会从什么地方过江呢？他们往东北方向跑了，会不会从螺丝嘴偷渡？处长，他们上次就是从这儿过来的。我们从大陆先赶到螺丝嘴，给他来个前后夹击。出发。是。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我们也一定能看到你们的火光。青龙山见。青龙山见。处长，有事吗？共军惯于声东击西，他们明得到螺丝嘴，一定还有暗的。哦，还有暗的。他们很可能利用我们结合部这个弱点。这一次，处长，那我们快到结合部去。不，螺丝嘴我也不能不防。这样，你到螺丝嘴，我到结合部去。快，是。有情况吗？没有。把车灯关掉。
统统埋伏起来，要隐蔽。是。今天夜里不许睡觉。要是六十六师出了问题，枪毙他们；要是你们六十八师出了问题，就枪毙你们。是。连长，我们过吧。有人，别想。连长，敌人有埋伏，他们有准备了。我们从别的地方过，来不及了。连长，咱们冲过去。不行，那怎么办？你们两个潜伏下来，我们把敌人引开。连长，那你们太危险了。老棍儿，快去隐蔽。连长，你们军首长在等着我们的情报。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快，封锁公路，我看他们能飞过江去。是。
要节省子弹，多拖住敌人一分钟，吴老贵、小马就多一分安全。有什么情况吗？没有。冲！往上冲！快！班长。嗯。现在什么时候了？下半夜了。哎，你说共军侦察兵会不会再来呀？可别大意啊，处长不是说过了，出了事可要枪毙。是。李根发，有。留神点啊，我到那边去看看。是。连长，不知小马和老班长他们怎么样了？他们会过去的。李根发，李根发。李根发，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吴老贵和小马的信号。怎么还不见信号？连长，天快亮了，怎么办？沉住气。小马，行吗？行啊，班长，装情报竹筒子还在吗？在，在我心口上呢，丢不了。Mm-hmm.
把这份情报赶快交给炮兵。是。首长，打三发信号弹，红色的。好，知道了。队长，赶快点火！是。连长，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带走。